他有一些坏习惯。什么坏习惯？他有那个路怒症啊。路怒就是在车子上了马路以后，就整个人开始拱起来，哦，就开始发狂了，你知道吗？去消兵。你怎么会这样子开车？你脚为什么翘起来？你左脚干嘛？因为我今天要定路，定住我的支撑杆。啊？你是说什么鬼啊？脚不是要放，你这样不好踩刹车，不好那个踩油门，小心点。小心点。喂，这台车在做什么？不守交通规矩吗？你还要记起来？简直！我跟大家讲。我这个人不应该是三宝啊！你们家宾士车那么多，你才开？没有，因为我爸说我们做人要土佑他的压力是。对，因为我这台压力是把它开像暴力压一样，暴力压，因为我十八岁就考驾照。其实我觉得开车啊，还有是因为我是比较不开心的是，很多路上人不会开车，对，所以导致我，你是导致我很暴怒。车内暴怒。对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我车是怎么样？我假如说今天约是3点，但是我2点55分我才出门，我大概5分可以飙到目的地，3点准时到。那你要看约在哪？哪里啊？不管在远立方30分的路程，我可以10分看得到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在看号志吗？我助理都吓得半死，坐我车之后都吓到半死，真的。啊，你开车你开那么快，考虑别人？但是我会很安全，我非常安全，是旁边人会想吐。对，但是我基本上我非常安全，所以我觉得开车有个训练是反应能力。有些人一紧张，前面有事故之后，他把刹车当成油门在踩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犯的。车祸有没有？哎呦！没有，你跨得过瘾，哎呦，吓死我！去敲三下，我很怕这种东西。我车上会放满很多的那个佛，那个什么符咒，符咒，对，就是因为我唯一车祸只有一次，那个是真的是逃不掉的。那个是前面在高速公路上面有人小卡车翻覆，在高速公路上直接翻覆，我8台车子连续撞在一台，我是倒数第二台车。高速公路大家特别注意，如果遇到状况，你紧急刹车了以后，危险，有一个动作你要特别注意哦。你要记得后面会有车追撞来，对啊，会有车追撞来。追撞来这一刹那哈，你会很严重，所以你当紧急刹车完毕之后，你要紧紧贴在你的椅背，对，这样很小心啦，减少那个冲击的力，后坐力，机会教育。但是我还有一个，就是我很不喜欢，就是有人会有冲突，冲突是我觉得蛮不开心，因为我开车是个非常守规矩的，是，但我常常在一个回转道回转，你知道我们做那种流氓，你知道我是在回转道回转，我头车头出来一点点，然后根本没车，一个流氓骑着机车这样从很远的地方开始扒我，扒什么东西啊？那边，他从那边这样扒过来，你知道吗？那我顺势的，因为根本没半台车，我就给他按长扒下去，长扒下去。你知道那台那流氓怎么样？哇！带着一把刀下来了，大家遇到事故你不要下车，对，你就只能不要下车。有，最近你教育的很清楚，千万不要下车。那我就开那个车窗，就开那一看一逼逼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问他干什么？他说哈，他说我扒他，说我不礼貌，对。然后我说我怎样？我扒什么样？是你很远地方开始扒我，你以为我好欺负吗？你什么东西啊？然后结果他就说好啊，你骂我。他说他拿一把刀就在那边嘛，他就一把只脚。我就说我现在回转，我一边跟他讲话一边回转一边动，你知道我要走了。哦，你还可以回哦。对，因为我要开始，我就一边骂他一边，我要先不要让别人发现我很害怕。他刀子塞不进来。你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你很害怕，你一定要比人凶，也要比车凶，这个是事故第一点就诀窍。转慢慢转，先需要靠筋酸的，你知道吗？先看怎么样。对呀，你什么？你有什么东西啊？先枪三炮了。结果他发现我再走了，你知道，他一脚就放在我车轮旁边，说：“你有种就压到我的脚，压到我脚，看你怎么办！”我说：“快去死啊！啊，压到脚刚刚好，赶快把他开油门，赶快走。”他三宝贵，他三宝是因为自己嚣张脆。对，嚣张导致的三宝，太可怕了。车神带着三宝，然后两人一起上路，让他来指导他。看有没有什么样改变，这个赵哥，强强坦白讲不算是三宝啦，你开车我技术没问题，技术是没问题，但是他有一些坏习惯。什么坏习惯？他有那个路怒症啊，路怒就是在车子上了马路以后。就整个人开始拱起来，哦，就开始发狂了，你知道吗？去消兵，对对对对对，发狂跟发春不一样。对，然后他在车上会化妆啦，然后会翘脚开的，然后吃便当啊，他就是跟一个男人婆一样啦。对啦，我觉得有时候是副驾的问题，因为我觉得。
驾驶，我是一个还蛮称职的驾驶，我会告诉副驾什么样子去当好一个好的副驾，要帮我导航或是告诉我路怎么走。那当然我会告诉他路要怎么开。我导个屁呀、啊！我没事帮你导什么航？因为我跟你讲，我是个路痴，所以我一定需要人家旁边告诉我，不然的话我会要 Google Map。你好，你就告诉我就好了。我是觉得你不要一直说话，因为你一直说话告诉我话，有时候我会吓到，一吓到之后我很容易就。还有人比你更爱说话？我觉得他是你变错了吧？他逼得我们在车上尖叫啊！他开车我们会尖叫，赶快来看看强强上路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David 老赵，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路怒症。就有些人啊，开车啊，只要握到方向盘，整个人状况就不一样，他会狂按喇叭。脚呢会猛踩油门跟刹车，那通常这种人呢都是这个考了驾照以开始慢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这个就有点像是这个产后忧郁症一样。那当然了，今天不讲产后忧郁症，我下一集呢会跟大家讲这个产后忧郁症的问题。哎呀，今天天气是真的冷啊。哎呀，美女美女啊，强强，哎呀，好浮夸。你今天要开我的车，你没问题吧？我从来没有说过很难，我在高速。怎么可能？我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时候啊，很多病室都救不到我的亚瑞斯，我的车尾灯看不到的，好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你不要让我马上去见上帝啊！我跟你讲，啊，车子你给我好好开，我们照规矩。哎呦，我是安全驾驶。我给你打开这个车，不要开门，不要开门，不要开门。手刹车先解掉，不是？对，把这边，哇，不是，你为什么开个车拿那么多东西在摆车上是干嘛、啊？你刹车没踩，他没办法推车到这。你是第一，我知道啦，我加了处理的啦。往前，你没开玩笑，你什么？我先瞧一下那个方向镜。刚刚不是跟你讲要瞧吗？这是一个很安全的驾驶。我先上车的时候，我要先看一个路况，我才知道怎么瞧那个适合我的角度。哎，绿灯的，不要再动你的化妆包啦。怎么走啊？你跟我暴露好不好啊？你都没有暴露，好，我们去往公馆，往公馆。哎呀，哎，慢开，前面有照相。这像不像结婚五十几年？你怎么会这样子开车啊？你脚为什么翘起来？你左脚干嘛？因为我今天要定路，定住我的支撑杆。啊？你是说什么鬼啊？脚不是要放，你这样不好踩刹车，不好那个。踩油门而已，不是吗？小心点。哎，这台车在做什么？不守交通规矩把牌照记起来。安全，哎，五十几秒可以化妆了，三十八秒还要哦，时间掌控，我先来，剩三十秒，三十秒够掉。哎，这红绿灯上面有数字啊，三十秒，还有小绿人，这也是台湾的，开上车，我要够冲，慢点，哎，我的妈呀，哦，过不过去啊？过不过去啊？啊！哎呀，放心 ，OK， 过了。好，慢车道。好，前面红绿灯右转，不要这样子晃，我受不了了。因为你这台车没加装避震器嘛。放你妈屁！没加装避震器怎么开啊？这边可以暂停，这边可以临停。哎，更白了。终于到了，没有死，命就是捡到。我现在叫他下车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看我妈。啊，强强，什么啊？现在下车了，到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弄完我的牌。你这边等一下，我有跟你。我化妆还没化完呢。我跟你助理讲，怪你助理。等一下，我化妆还没用完，有需要吃饭吗？啊，不用，先不用，赶快找。自己哎，我差点滑倒。怎么？我的妆妆品还在上面，还没拿下来，我还有一半东西在上面呢。哎呦，逃之夭夭啊！来，怎么样？他开车的状态怎么样？坐他开的车。四个字形容，那个时候当下的情绪，生不如死，这么严重，九死一生。对呀，你他妈的，你开车这么急躁。我知道，但是其实我有把他安全送到目的地，这就是我做一个司机应该要完成的事情。我其实是个称职的驾驶，这你不要哀哀叫，跟他开车有够累，而且他刚一直叫，说你有路怒症，他也有、啊。你们明明是同一个组织代表。哎呀，而且对呀、啊，就重点是，其实吵的人是他耶，你看得到吧？吵得到，就莫名哎，其实一个人开到一个地方可以很快，但旁边太吵了。对，有一种很讨厌的，这种叫 back seat driver， 后座驾驶。就教你教你，你在打方向，右转，太近，你会不会太呀？吓到人啦，对啊，不行啦，对，好好，不错，糟哥。我没有什么好再抗辩的，那比你了，我不会再坐你的车了。